见惯的事情了，稀松平常。没错，但是在北韩，他们的确是禁止人民穿牛仔裤的。为什么？这是假的，而且还不可以穿耳环。来来来，你说说是啥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要先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接着是这样，这样你懂了吗？哟，你怎么不懂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得先这样，然后你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最后你再这样，听明白没有？哎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了？总之，他们就是思想很封闭的，没错，不是很喜欢跟西方的世界交流交流。那尤其是他们觉得牛仔裤呢是从美国来的，所以就禁止人民穿。所以他们只是单纯排斥美帝的流行。嗯，这应该是有扯上政治了吧？嗯，因为北韩好像反美。你说他们都很反美？嗯，你意思是他们很丑就对了，反美嘛，丑啊，不好笑哦。不好笑哎、欸。其实，在2015年之前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禁止贩售可口可乐。2015年之前，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可口可乐。一个就是古巴。古巴？哎，古巴为什么？来，你说说为什么古巴没有？这就要牵扯到政治了。政治？对，又是政治。那就不多赘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北韩。也是因为政治。对。那还扯什么扯？但是在2015年之后，古巴就取消这个政策了。什么？全世界只剩北韩没有可口可乐？对。因为他们觉得可口可乐是美国的，所以呢，哎，你要去哪？没有啊，我还有一只手在这边。可口可乐呢就被北韩认为是邪恶的资本主义象征。他们有规定哦，你只能剪特定的发型。我只能剪特定发型。对，男生他会给你15种发型。15种发型。女生会给你18种发型。18哦，女生多3桶哦。对，所以你只能照他规定的去剪。哇靠，这国家。而且你不能染头发哦。不能染头发。嗯。那头发颜色天生比较咖啡色一点怎么办？比较金一点怎么办？金一点怎么办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而且在2015年的时候，又是2015年，金正恩还下令全国男子效仿他的发型。屁呀！屁呀！怎么样？你这个要他们男子怎么活啊？然后他也规定你说长度不可以超过多少哦，违规的人会被剃发。想象一下阿才剃的那种头发。哎，别了别了。来 ，Photoshop 一张图，阿才套用金正恩的头发。为什么不是你？那我也来一张。摔 A 吧，还好，这真的是北韩男人不用活，剃下去每一个女人都不要他了。哎，说不定他们北韩当地的男生觉得很帅。请问这一张图哪里错了？人腿蛋饼。人腿蛋饼，哇，太恐怖！这会不会太给大家夸张一点了？人腿蛋饼 ，Oh my god！ 这间店应该常常经常会上门。哎，不是啊，那他们的售价也太便宜了吧？哎，对，人腿蛋饼比，哎，为什么脚还可以？不要吵我！为什么人腿蛋饼好像我遇到你一样？还比较便宜，我会成。人肉不是很贵吗？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有多少人会点人腿蛋饼来吃？我倒是蛮想出出看人腿蛋饼的啦。嗯，果子村。你不要！阿成的女婿，看看还有谁觉得我可爱啊？停靠，取这个去，这个去错了，非常可爱，很像一张人脸。你的声音好恐怖啊！我现在才看懂，原来他是谁反哦。我一开始还想说他叫谁哪里错了吗？这个画这个油漆线的人，他喝醉了，破缸救油。不是那个蛋吧？他从缸谷底救出朋友啊！啊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所以他要说的缸应该是缸门那个缸，所以还是那个缸那个缸门那个缸那个缸，到底是哪个缸？数字果啊，哪个车少的车的左边再加上一个工作的工的那个缸哦，就是这个缸，不是那个缸。这个职业是出现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在大街上看到很多人背着纸篓在干啥？捡蚊子。捡蚊子是不是有人开始不明了什么意思啦？就是像有些纸屑啊，报纸还是广告单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字哦，纸屑，然后就会把它捡起来哦。环保概念很盛行啊，在那时也可以这样讲。屁嘞，真的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人认为这是很神圣的东西，不可以让人家在地上踩啊，或者风吹雨淋。扫扫扫扫，哎，
不然会对不起发明文字的人或者是老师。不过这些人他们没有薪水可以拿，他们是义工，就是出自什么？出自热心，反正就是自愿的啦。还不出东西。他们要传承的是尽其自止的精神，那就跟现在禁摊活动是不是一样的？之前不是有一只鱼跑去韩国，不是跑去韩国，跑去禁摊，结果还在上面，结果没有什么垃圾，已经被剪光光了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差不多。这首歌叫做《我想》。欸，我还真没听过。阿才自己在听的时候听不太出来，听不太出来。你们来听看看。好。在这首歌1分38秒到1分39秒的时候，哦，一秒左右的时间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先听听看这首歌曲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找看看它的问题是出在哪里。我猜大部分人都听不出来。那我们来洗耳恭听一下，吵什么吵，八戒了。啊，这首歌听起来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，有一点轻快的节奏，这是用气音讲出来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你为什么听得到？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啊！没得讲根本不会知道这个问题。对啊，真的不会知道。再听一次，各位，我们再听一次。没有啊，把根拉了，没有。你自己听不到就恼羞成怒，奇怪。各位，你们听出来问题在哪里了吗？网友说会听到有一个很小声的女生的声音说：“谢谢你。”好，那其实啊，也有不少人说他们真的有听到这个声音。那如果这个声音是真的存在，那究竟是录音室自己录下的本来就要有的声音，还是真的录到了其他的声音呢？哇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可以说是应该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啦，因为实在是非常的红。什么歌？连台湾人呢都朗朗上口，它是《我想你》还是《好想你》？这是《好想你》啊，《好想你》。那如果听歌名你不知道是什么歌，我们就放一段啦，保证你呢是立刻啊，原来是这首歌。好，光听旋律，光看这个 MV，啊，真的是完全想不到这首歌里面竟然有不对劲的地方。你知道它在哪里吗？不是录到奇怪的声音，而是拍到了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MV 在1分42秒时，不对劲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画面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。哎，没有啊。有啊，很明显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你看左边那栋白色大楼。看左边那栋白色大楼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看一段慢动作的影片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清楚是什么。我自己在看的时候用慢动作看也是看不清楚。我觉得它非常像是一个人，那个形状很像啊，这难道不是吗？可是如果说是人，会不会有点太大了呢？我们现在慢动作并且放大来看，这会不会越来越像是一个人呢？这个会是刻意用一个人体模型然后做效果，还是有必要做这个效果吗？我也不知道耶。这会是一个炒作吗？还是他真的拍到了一个事件的当下呢？我自己越看越像是一个人，但是依比例来看，你拿旁边的窗户来比对的话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大只，要么他身高真的很高，要么就是旁边的窗户有点小。那你觉得是哪一种情况呢？它其实是日本掀起的热潮，但是因为以前的大陆的设计发明品质可能就没有这么先进，是吗？没有这么让人可以信赖日本制造，然后大陆也有，但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原因比较让人不敢买。然后日本的话是因为太贵，日本品质好大家都知道嘛，但是它实在是价格太高。所以台湾商用电子游戏机协会理事长蔡其敏就说了，他
他在大概30年前嗅到一个商机，就决定要转行赌一把。他就制造了品质又好又没那么贵的娃娃机，然后就这样扬名国际，在全球有高达90%的娃娃机店都是 MIT 的哦。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对啊，现在 MIT 的娃娃机都已经外销到全世界大概60几个国家了。所以来帮大家总结一下，一开始是由日本掀起了娃娃机的风潮，那之后再由台湾做更进一步的改良，然后外销，没错。结果现在90%娃娃机店都是由台湾销出去的。对啊，超厉害，对不对？鼓掌啊！啊，鼓掌。其实现在还有超多版小绿人，有什么情侣版、家庭版、老人版、女生版，超多的。哎，好厉害哦！从原本一开始的只有一个男生，就现在变这么多版本，越做越精致，好厉害！没想到我们这些天天在用、天天在看的东西，现在都是台湾人发明的，而且还扬名国际了。现在好像也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在用小绿人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让越来越多人认识台湾了。真的扬名国际，小绿人扬名国际，101也是扬名国际，台湾真是好棒棒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如果喜欢墨镜哥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你才会收到以后更多更好看的影片通知哦。